啥？我操！煮的吗？哟，差点跑了！看看，看，哇，这么慌！我去，太慌了这个！哎，哇哟哟，有人了！这有人啊！哎呦，黄金甲鱼啊！太板式了这个，叫黄，这比咱前两天逮的黄多。这漏水了。嗯。小河沟里有坑有啊，它找找。找找找找。那上上这个黄金甲。哇，看，焦黄焦黄的，焦黄。看看有吧，看。落水那里一块水洼，这里一块水洼。它有可能都是钻泥啊。对，它有可能有洞，真是捏个包，看一下啊，有吗？有，完事了。我操！是吧？你摸着它了吧？我操！哦呦，钻挺深啊！好嘛。这么深啊，我去，这是吧？我操，哟，也是黄爷，后边那个跑了，后边那个，我操！哎呀喂，我日，快快，到水里后这么猛啊！太猛了，看啊！看多少么的，看你，让带上去，让带上去。看了吧？我操！哎哎，看这个，哈哈，这龟兔赛跑赛不过他，我操，牛逼死了！等会儿，看，我操，哇，这个太猛了！你这个想走，他是不是也从窝的呀？对，那个从窝跑出来的。哟哟，这个跑了，这没事，他带着你啊，这看见他了。我去，这个看慌不慌？你把你的拴下来。你咕噜不过来了，快快先等他。哎呀，这衣服又完了。嗯，报警啊，他卖新的。这还不得买上是二十件衣服啊！这个和你干上了就，烦了。哎哎，我歇过油了，看看小一油了，他这个搅黄了，搅黄你拴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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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头贴过来，金黄了都是，金黄的，那扣起来看看。大家看看，看吧，看看有吧，看看有吧。对对对，看，咱俩有成对了，赶起来了又。他向上里跑，他被他擒住了，他跑不进去了。他意思是，嗯，我不跑你也别跑是吧？他替我擒住他了。
我真慌，小心说，小心，快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刚看这里啊。啊。行是。这个这里头有，你摸摸有窝吗？你先下手摸摸。刚才看了，看那个窝了。你又下去摸去了？我去拿桶的哈。我摸，就那边这刚，那边水上这边了，它是浑了，浑的看不慌了。嗯，有吗？像是，咔咔的响。看一下啊，他从泥里钻啊，钻下去多少公分吧？那泥才能挖着他。你看，20多公分了。你看，你得顺着泥儿，泥印儿上那走。下边跑老快了，怎么边上咬住啊？下边不咬人啊？下边不咬人，我觉着不大可能吧。是吧？大啊，这个！我操！我操！我去！这个大！哎呀！我操！我！这个大！这个不光大了，都黄的成啥样了？这个！哎呦我天！哎呦我天！太牛了！这家伙儿皮，小心小心啊！你给它拴干净了，这个是极其漂亮。哎呦！金黄，金黄的，这个可以称得上是金黄，堪称金黄来。漂亮漂亮漂亮，这个晃晃晃，看看大家的对比一下，这个大是吧？这光有成对啊，花了山羊乱七八糟的，这个比那个大大。不，就刚才这个中间这个是吧？这个大，这个得5-6斤这个。嗯，这个得5-6斤差不多。好好好，灌点水，灌点水。灌的是，我操，发财了！今天这找到窝了，老公家咱没找到这户窝了。咱上那个坑里看去。走。我操，这片的水啊这么清啊！你看，清澈。有个窝吗？这里啊？沉下去了。哦，好，这个。这得多大？不是一只吧？戳住了，我嘎嘎的了。操，你这干嘛？嘎嘎的了。你看，嘎嘎的。哎呦，下去赢了。嗯。我操的，这么大吗？不会是一个吧？挖吧。现在能看出来了。现在能看出来。我想让它清凉的，让大家看一下，看了吧？鼓起来的吧？嗯，
很深的地方，我这么一弄，然后它就上翻，最终它会出来。小的大的？不止一个。好结吧？好，那个出来了，鼓出来了，鼓出来了。出来了吗？嗯。这个是吧？对，那个是。哇操！哦，不小啊！我操！哦，先放着放着，拆出来了，再拆拆它吧。这个弯儿是个弯儿，刚从这里。嗯。这个位置也是坎坎的形。上来了，这个也是啊！我操，厉害！这还没有下边的呢！我操！这个神！哈哈，办事了，没有了，你再摸摸，你看了吗？还有啊？啊，这就是断啊，中间也断了，我操！看了吗？嗯，一层层的，都是它的阻廊，看来是，对，它阻路的地方，看了吗？嗯。花肉啊，为啥说黄河和大甲鱼是个名字？哇塞，可以看，算是。不行，这井泥啊，呛死他！哇，搅黄。啊！我操的，这次行了。几啊？刚才俺逮的仨吧？刚才仨。六，这次仨？这次有仨。六啊。我操！他从一个弯儿的，拿鱼货，不是拿那个铜匠。那这个要爬上来。啊、嗯。你上主河道拴出来，拴出来看看，到底有多黄。我操！一桶的。一桶放不下。一桶。看了。我整一桶，慢慢一桶，掂量多沉啊掂。我操！得三十来斤儿。快快，上主河道。三十来斤儿。你直接洗好一个往上拽，应该拽到岸上。拽岸上。嗯。够口了吗？到处看看吧。到处看看。哇塞！哇塞！哎呀，不能往上放一块儿，那都滑的啊，身上。对。有啊，那个坡，看了吧，这个最黄了。对，这个，啊，嗯，这最黄最大的那个也是。说说这个，这不该放底下黄是吧？啊，让他们看着了。哎，你们认住了？看了吗？焦黄焦黄的，哎呦我天！我跑跑跑，啊！哎，我们干来了，呀，钻泥了吧？钻泥了，钻泥了。你那个钻进去了，他就直接钻泥。哎，这么快？哈，直接钻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发财了哈，弄了六只甲鱼，起码得个三十来斤吧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到这了，记得给我点个赞啊！今天发财了，这些能卖好几千啊！拜拜。